手掌当中的纹路来看呢，深刻啊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些杂乱呢、啊，想必也是心思繁重、爱操心的人呢、啊。再加上有断掌啊，固执、要强，凡事不服输，事业上拼劲十足。 因该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但是呢，这种固执的性格会导致在感情当中啊，一旦出现争执、纷争啊，就不会轻易的低下头认错。在家庭方面呢，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沟通啊，本身就容易烦躁，加上食指啊很长的人呢、啊，控制欲很强啊，总希望对方能够跟自己的步伐统一啊，会因为脾气啊发生一些。 很多家庭的问题啊，如果是面向当中还有一些不利感情的婚姻的，那么二婚的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建议啊，把雷厉风行的作风啊，或者不要过多的这个带入家庭和感情当中，啊，遇到事情啊，多冷静，少说话啊，尽量克制自己，夫妻之间多沟通。